甘肅兰州举行第一届兰山冰雪节，当地积极改善环境，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将荒山变身为梦幻雪国森林。一起睇下落满白雪的木制栈道，两旁挂满冰柱的树木，夜晚灯火通明的星光帐篷，点缀了精致的冰雕艺术品。冬日的冰雪节将这座昔日的荒山变身成为一片浪漫的梦幻雪国森林。本次活动我们占地1600多亩，大大小小的星罗密布的这个冰雕雪雕呢，一共有160多组。整个大兰山新添置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星光帐篷区，那么为年轻人也提供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后现代的非常有情怀的这样一个区域。夜色降临，在对面的牛家嘴山近600多亩山坡上面上映大型灯光 show。 就是说我们将冰雪和我们的灯光激光秀完美的结合到一块，配合我们的动感音乐，晚上整个夜色夜幕降临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到那边的盛况。白天游冰雪，夜晚赏星光。有小朋友说这个冬季嘉年华丰富多彩。我和妈妈在一起搭雪仗，还在那看冰雕玩，然后仗还挺好玩的。主办方说今次的兰山冰雪节到二月中结束，期望以此打造精致兰州，发展当地冬季夜经济。无线电视记者袁思恒报道。